这双酷袜来讲的话，哦，它的车缝线拼挡的部分，哦，我们采取是四针六线的一个车缝，啊，这个优点是什么？可以预防，不容易崩线，这个几乎不太可能会崩线。另外一个就是它撑开以后，哦，其实是很平整的。这个裤底的部分加了一个裤擦片，利用 3D 人体弓形的 3D 结构去车，整个 3D 立体度就会不一样。先从材料来讲的话，我们是把花热砂，哦，先织造是在里层，哦，好，花热砂织在里层，它那个是跟我们弹性砂包绕，然后织在里层，那表面好是棉纱，表面是棉纱，那这边是花热砂，然后呢再去做刷码的一个动作，为了让它不会太厚，是吧？穿起来不会有太笨重的感觉，所以这个这种袜子在起毛的部分，我们是把它起得比较小、比较薄的啊，那这个穿起来它的服帖性也会非常好啊。经过刷毛的和花热砂，它这里的保暖，然后表面的棉它也可以比较有吸汗的一个功能啊。一样的原理，也是利用刷毛增加这个空间的一个储存空气的一个原理啊，避免跟冷空气产生对流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啊，达到它比较极致的一个保暖效果。